和亲戚炫耀我有400万粉丝，到底有多爽呢？这两天我外甥来我家做客，正在他刷短视频的时候，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原来这小子也玩火影啊！我好歹也是火影区数一数二的大网猴，正当我准备去装个杯，哎，你也玩火影啊？陪我干啥？啊，没事儿，我说我进入生活，你信吗？你有你喜欢的火影主播吗？有啊，小七，文白，顾北。哦，呵，居然没有我，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想出来吧。那我就小小暗示一下。那你认识那个火影型男奇拉比吗？不认识。虽然不认识啊，但不能耽误我装杯。哦，不认识啊，没事，我推荐给你啊，安利给你，搜虎奇拉比就能搜出来。大网猴呢，他视频贼有意思，我很喜欢啊。是这个吗？对，就他，400多万粉丝。我以为就到此为止了，没想到后面更扎心。他咋这丑啊？啊，丑啊！要不你仔细看看我长啥样。我去，你肯定是大主播吧？那必须的，都哥们儿。能帮我找小金签个名吗 ？Triple kill。签名这个东西吧，其实啊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懂我意思吧？我不是说让你找我签啊，但是说我的意思，你可以明白啊。那可以帮我找稳白药吗？啊，都中午12点，也不早了，那个可以先走了啊。